你看看你大哥，他疯了，这官职自然也就丢了。我们又没有银子傍身，你说我们能去哪儿呢？如今啊，能有这口薄粥喝，就已是万幸了。 大伯娘，都这样了，怎么不和家里人说呀？我娘之前找你们帮忙照顾我爹的时候，也没有谁出手相助的。我回来了。爷，曼儿妹妹，二叔二婶，你们怎么来了？ 爹的药以后就别买了，太费银子了。不要紧，大夫说有可能治好，咱们就治。爷，我们不知道你们会来，家里面也没什么好招待的，对不住大家。哎，坐坐坐坐。哎，不了。 你们家的情况，方才你岳母都说了，这往后你有何打算呢？我想找份工来做，可眼下镇子上的人都忌惮我是宋家人，没人敢用我。不过没事，爷，我相信他们很快就会淡忘这件事的，到时候我就能挣钱养家了。 做工，你敢做得了？这有何做不了的？为了花儿，娘，爹，我也得做，不是吗？回家吧，只要有我一口吃的。 就饿不着你们。